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，关张方钓鱼岛对面紫禁城，双方还是国标打国标，关张方是魔王国标，对面是摩天宫国标啊。双方也是带着魔王和摩天宫去报名了五月份的武神坛的，哎，直接给魔王卡了一个乌龙丹，这样小爽解掉了啊。这个时候对战方的摩天宫已经被点杀在地啊。关张方地府手里1.0元，大唐手里2.0元，对面大唐2.0元，地府手里3.0元。哎，也就是说对战方还没有延长过关张方的啊。一速的话是在关张方的手里，30回合双方的宝贝药品消耗都不算太大，但是关张方地府吃药吃的多啊，关张方地府手里就剩下4个物品了。这一手横扫千军，扫的是关张方后排的魔王下滑到的宝宝身上，但不过是把宝宝清掉了，也不错，也可以接受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卡五龙丹确实是啊，有东西。再加上现在鱼岛使用魔王，他选择的是一个老经脉，魔焰滔天那一套经脉啊，不用秘传法术了。他用了几天秘传法术，发现那不太好用，所以用了这么一个老经脉。关张方直接换了3个地厅，起风。先例加一手风云变色，咱们看看这3个地厅能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。关张方起了一把侵略如火，3个地厅加侵略如火，战敌加上4号位，再来一个也是4号位，没有用渡劫金身去保一下啊，就是依靠这3个地厅相互牵制的作用来影响。小死亡挂中关照万象，这一波是杀对面女儿村的，对面盖出了一把罗汉，看看这把罗汉能不能保住他们啊。这个地厅废了，哎呦喂，加了2个战敌的地厅还没哈出去呢就没了。对面的选择没有问题，靠着人物单位好像也能把这女儿杀了吧，3昧真火烧一下啊，直接把女儿村也杀，那还行其实啊，对吧，就还行。工地厅神佑又亲了个宝宝，5800，对面也算是猜对了啊。这时候摩天宫又可以站起来了，赶紧控地府，回头还得接着延长。延长女儿村的话，但对面现在有点杀能力的呀，啊，就他的点杀点都还在，大唐摩天宫再加地府啊，就对战方式可以反点关张方的。地厅一个，女儿村反手控摩天宫没封中，尺子给地厅还得预防一下，人解地府，小爽来了。对面是可以点的，关张方地厅也白给，上巨剑9600，神佑，对面摩天宫有法系的速度，关照万象足以破163啊，足以带走魔王。这样的话紫禁城也算是缓过来了啊，也算是缓过来了。10000，3个孩子，不
关正峰女儿村已经没爸爸了，女儿村就这家这孩子了，对良峰只要把关正峰这孩子一亲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无魂，一号位孩子先倒地，手确实短啊，输出稍微高一些啊，伤害相当于比较集中，不怎么分灵，再加上摩天宫的法术伤害系数本来就高，嗯、啊，他伤害确实高一些啊，但他秒三，他着实是手太短了，也没见过对战方用天雷灌注啊，就这对战方玩摩天宫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还点了这个天雷灌注的一个经脉，但从来没见他用过。啊，从来没用过。点了经脉又不用，小死亡赶紧点大唐长驱。你这点啥？这于老师点啥老是这个东西啊，我就受不了这个。不知道最近就这臭毛病不都从哪儿学的？就想靠一把无魂啊，想靠这一把无魂把对面的大唐直接杀掉。小死亡挂中，贪啊，豪门指挥都贪，反手被人家点了，渡劫金身打上，看看横扫没有破掉渡劫，哎，那还不一定死啊。那好像是要死了，谛听他出手了，那没了，这谛听破163呢，简简单单，叫你长驱直入啊，对，叫你长驱直入。法身寺差点也被送回家，对面女儿村拉起来，现在紫禁城大优势啊，直接要逆境，三个人物单位，三个宝宝要直接逆境了，这不逆境输了呀，要逆境了，三个，四个，逆境成功，现在鱼岛逆境的成功率还蛮高的。再招，不应变色。鲜活满魔王，这把逆境也让对面错失了进攻关正峰的一个机会啊！不然的话，对战方就可以直接换谛听了。破血狂攻，直接杀魔王。这魔王，哎，自打转了魔王以后，我感觉他抗性是真低很多。可能
能跟这个种族它确实也有关系啊。孩子也拉起来，打针给地府，降低对战方小死亡的一个命中率。现在观战方魔王又没了，回首如果大唐也被点了，可能于老师真要举世没了。小死亡也挂中了，打针白给。谛听快来了，谛听快来了，谛听。得把五号位这货得处理掉啊！神佑了，刚才利用这林中鸟啊，或者嗜血追击，把谛听给这宝宝在对面，这谛听不好换啊！雷霆万钧再送他一手吧，两个谛听，啊，再送这五号位宝贝把雷霆万钧，雷霆万钧，呦，这个。这个血量卡的你就说恰到好处啊。魔王可以拿起来了，碎鱼先控一个。没封中。保护好这个宝宝，又杀谛听了。封中，哎，把五号位给控进来了。但观众朋友有金青，那这个好尴尬呀！小爽再点魔王，没脑死，差一丢丢。大团给一把皮，继续压，出半天了，魔王应该没了，魔王没了。关照万象，这些，点着魔王秒的，雷霆万钧五号位，继续神用，还是没死啊。对面继续补谛听，这五号位宝贝严重影响了对战方的一个进度啊！这个进攻进度，这五个谛听，先把这个封中的还能用的谛听先处理掉。下个回合啊，哎，又神佑，终于是带走了，好吧。啊，终于是带走了，其实已经很影响对面的一个进攻进度了。生死菩提来防谛听，这鱼岛老有这种黑科技啊。对面有攻谛听还好，如果全是法谛听那就麻烦了。战力加上关照万象法谛听
啊，这群法一走，谛听就飞。打到女儿村，谛听飞了。攻谛听，再反弹，还有一个关照弯向。反弹倒地，再来，哎，得了，又没了，又反弹了。这个身死不甜，咱们老说残局给效力，残局给效力啊，说的就这个事儿。而且身死不甜，它是一个定点反弹伤害啊，兄弟们，定点反弹伤害就是你这个伤害是谁打出来的，它就反弹到谁身上，你哪个谛听吓到它了。他就反弹到哪个谛听身上，你谛听肯定没什么抗性，反弹过去必死无疑啊！所以这个特技去防谛听啊，尤其是同时出现多个谛听的时候，是相当的好用的。他不反弹物理攻击啊，只反弹法术，解决了对面三个高攻谛听。就像咱们说的那个幻境术，你看这摩天宫秒过来就反弹到摩天宫身上。你就像幻境术啊，它其实是一个不定点反弹，就是反弹到谁身上它是随机的啊，它是不确定的，这个属于定点反弹，对于抵抗谛听的话会比幻境术效果好很多。这儿观众峰缓过来了，两个输出全部站起来，对面也是消耗了大量的谛听，可能紫禁城那边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出谛听冲刺的机会都不一定了啊，他手里对吧，可能质量比较高的谛听都出了啊，想一波把鱼岛推掉，他肯定先紧着高质量谛听出嘛。你如果那些高质量谛听都出过来以后，你确实是再想冲刺就不太容易了。一个是这个生死菩提，一个就是那个刚才那个五号位的啊，高速高连，这两个条件真的是把紫禁城大量的谛听耗干了。雷霆万钧，观战方换谛听了，双方现在就是大量的消耗自己的宝宝。看对面打的差不多了，观战方也想反压制一波。回口。该出的也出了，剩下的就得交给那个谁了，剩下的就给交给地府了，就看小草能不能挂得住。横扫千军，压秦三点，先把地听处理掉，那对面摩天宫应该是没了，群秒点关照万象够了。看看能不能再带走个宝宝什么的。没有。都打到化身寺身上，没有带走多一个宝宝。攻谛听，
赤眼战敌再来一个杀人力劈，哎，就是功力挺好，就用完了还能当杀力劈用，把对面地府拿下，没有小锁啊，没有小锁。回头一把三大桃反点伤害太高了啊，对面他毕竟有大克的啊，这个三把漫天也是齐全的，换着换也是三把漫天打的齐全，时间已经比赛时间比较久了嘛，诅咒之伤要反点对面的大刀官府，就看地府给不给力了。小死亡是重点啊，小死亡都没挂住，哎，魔焰滔天来一把是26000，老魔王经脉嘛，他有这个魔焰滔天。对面请鸣雷诀来守尸体啊，双方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僵持的阶段啊，因为紫禁城那边他也没什么地厅了啊，该用的也都用了，观战方呢又打不出场面上的一个优势，一把慈航小死亡也没有挂住，这地府被打针确实比较影响命中率啊。小死亡又躲过了天宫自带法术躲避，门派特色啊，门派特色。青银二叠带走魔王一秒，对面摩天宫也没了。观战方这法器速度确实也抢不过啊，能抢个法器速度其实也不错的。这也好打，抢不到啊，抢不到，才打。国父慈悲，人拉女儿村，13000，赌一赌。战神宝典，这个时候的战神宝典可是有点威力的啊！对面是战神宝典，45回合起的战神宝典，雷霆万钧守住大唐尸体啊！大唐这个位置有个孩子，那是贴保护贴死的，那女儿村的宝宝啊，那贴大唐贴到这儿了啊，可不是说孩子占了大唐的位置啊。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对面吃了个娃，给观众方吃了个娃娃鱼呢。呵呵，战敌啊，继续搞偷袭。你看这双方打着打着，打到56回合，反而僵持起来了。小锁又多掉了，你就说摩天宫好不好用吧？又是一把巨剑把魔王斩倒。观战方魔王因为啥嘛啊，我跟你说吧，他这个牛劲是不抗驱散的，对面是可以驱散掉的啊，秘传法术那一套经脉啊，他这个牛劲是抗驱散的，这一套经脉牛劲不抗驱散啊，所以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于老这边的魔王他是不起牛劲的一个状态，他实在是太容易被电魂闪的宝宝或者是地府的驱散给把这个，你看这雷鸣诀啊，守住尸体啊，太容易被电魂闪宝宝和地府的驱散把这牛劲给去掉了，所以他干脆也就不怎么起了。打针给地府，舍身取义，
16000化神寺先救自己啊！那化神寺一倒地可真要崩的。小隼又没有挂住。最近这个相思寒针的效果是不是提高了呀？怎么感觉打完针以后是真挂不中啊？那你挂不中小死亡，这局势打不开了，就一直这么得耗着。14000，还魂咒拉起来，大唐起个纸骗自己，又被劈死了。这玩意儿。明雷诀结束了啊，明雷诀结束了，看一下对面还要不要起。我感觉这个时候关大风三个尸体里啊，这明雷诀继续起啊，继续把明雷诀搞起啊。双方的药品消耗现在都很大啊，都不多了，都是个位数啊，十个单位，十个人全是个位数的药品。雷霆万钧了，他没起雷鸣诀啊，鸣雷诀啊，还雷鸣诀，哎，反正我老是记不住，老记不住啊，大家理解意思就行，领会精神啊，领会精神。拉起女儿直接偷酒，这是要辞行了。岁月，哎，你有愤怒效力没愤怒控特技呀、啊、你不能回手控化神四吧，一把金晶地府速度没有化神四速度快，化神四这口血他也确实活不出来，再起个混元伞，那这样鱼岛可就稳住了。魔王这个时候起了牛镜，武魂扔给化神四，火关张风彻底稳住局面啊！现在就双方就是拼药品的时候了。现在小爽反手点魔王，继续又一个孩子，武装的孩子加格兰的摩天弓中无魂舔过来，魔王差一口血，哎，没死啊，